我知道啊，很多车子都因为看你是摩托车这样。不要再蹬他了，不要再蹬他了。如果是砂石车，这么可能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啊！如果开的是砂石车，他可能会倒车。有可能。一家左转。对，然后很严重，就是两个都趴在地上都没有起来，然后旁边人都不敢扶他们，因为怕一扶就扯到他们，或是他可能骨头有受伤，所以就是旁边人就围了，就是有好心的人就把他们先暂时围着，不让其他的车过，然后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碎片在地上，两个摩托车就快烂了，就倒在那里，然后有一个人面朝下这样趴着，然后他好像很。大家也没有去碰他，另外一个是羊躺在旁边。啊，那很严重。哎，他们哈哈的。他打右边，然后突然左转。